出门行车在外，有注意要经过多少个五号制或闪光红灯路口吗？少了红绿灯管制，真的要特别小心。根据县警局统计，宜兰县在112年及113年上半年，交通事故肇事原因第一名为未依规定让车，占了交通事故的1/4。去年12年上半年，未依规定让车是肇事原因的排名第一名。那今年上半年未规定让车还是第一名，就是我们过路口的时候慢看停的原则，慢的话就一定要减速，五号制特别是五号制路口，有号制路口也要减速来注意。那看的话是左看右看再左看，看的重点是确认没有来车。那我们很常就是有来车，然后我还是继续走，觉得他会停，或者是没有确认到底有没有来车就过了。过的时候，双方都过的时候，碰就撞在一起了。没有照路权走，事故就发生。为了加强路口路权观念，警方推出路口慢看停宣导影片，将常见的路口违规行为剪辑出来。除了警惕用路人之外，也提醒行经闪光红灯路口应停车再开，闪光黄灯路口应减速小心通过，停标志应停车再开。让路标志标线应减速慢行，如果没有划分干支道，转弯车辆要先礼让直行车。让路线或让路标志是倒车，应减速慢行或停车让干线倒车先行。有人急急清风，有人慢慢拦中，我旋转方向盘为下游春风，望望左望望右停让方行中。那我们制作这个影片是希望宣导大家在过路口的时候，相关的路口路权的法规要熟悉。那有关于知道车让干道车，在法规的话，闪光红灯是知道，闪光黄灯要减速。那有让路标志、让路标线、停车标志、停滞标线，这些都是知道车，知道车要让干道车先行。那干知道划分路口，五号制路口如果没有干知道的时候，少线车道要让多线车道先行，那线道数相同，转弯车要让直行车先行，那双方同为直行或同为转弯，左方车要让右方车。那还是希望大家养成过路口要慢看停的原则，特别是五号制路口，以避免事故的发生。触目惊心的车祸现场，可以感受到交通事故的可怕。行经路口提高警觉，确保自身安全，以免发生憾事。宜兰新闻记者黄竹汉采访报道。